主席，林审计长、石竹计长，与会各列席官员，还有各委员同仁，是不是请那个石竹计长？我们请石竹计长。林委员好。那个竹计长你好，我请教你哈，因为我们现在国内哈消费和国内的投资双双上修的影响哦，所以说主计总处在农历年前预测啊，我们今年的经济成长看上就是 3.78%， 而且认为我国的经济复苏动态啊，从民国101年1月经济跌落谷底后持续的改善中。那我请问哈，目前经济成长改善，但是你认为到底我们未来有没有阻力啊？当然我们这个经济成长的预测是许多条件假设之下来我是问你有没有阻力，你就问有或没有。当然还是影响预测有没有哪些困难风险因子还是有的。那你认为有的这些困难是最大的阻力来源是哪里？当然这个影响的因素是有多方面的，包括国际原油还有原物料价格的趋势啊，还有那个国际竞争的情势变化那国内当然现在缺水问题了会不会有影响等等，很多方面。朱局长，还有股市啊等等都。我想台经院哈预测今年国际情势温和，只有美国景气非常的热，那中国大陆啊持续的降温，欧洲啊虽然复苏，但是成长率也只有1%而已哦。那日本就更不用讲了。所以说，请问你认为国际局势短期内是不是还有会有变数？因为那个国际情势的部分哈，我们都是参考环球透视的他们的一个预测了那刚刚委员那你认为会不会嘛？有没有变数嘛？那当然会有，因为会有个国际情况。那不过我们是每一次预测的时候都会根据最新的那个国内外经济情势来做一些修正。诸位啊，书记长是中国和台湾的这个经贸依存会不会因为中国经济成长趋缓，那对台湾造成意料不到的这些冲击，你认为会不会？中国大陆的那个经济成长跟我们关系当然很密切。那当最近就是说中国大陆它把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目标从去年的7.5%降到7%。那不过就是说跟委员报告，就是我们2月16号预测的那个我们的经济成长率3.78%，当时参考环球透视预测，那个时候设定的那个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我们是设定6.5%。6.5%，所以说你认为我们还比较保守一点？是我们当时是参考那个环球透视的预测。那你认为台湾最近内需的表现，这个有望因为国际油价下跌来受惠由于油价下跌，支出压力当然就减缓减轻，那消费力相对变强，国内市场内需的市场今年表现，我想可以预期了。那请问你认为国际油价是不是还有下跌的空间？依您看。那因为这个油价事实上就是 是有一些变动有跌有涨啊，有跌有涨。那当我因为油价跟民生物资它是有联动的是。那你认为主计长，油价持续的下跌，但是我们现在物价不见得会调降那公平会曾说过说油价具有浮动性，但是物价理论上却是僵固性的那所以说物价变动必须取决于市场供需等总体经济问题，而油价只是其中的一项变动的因素要使物价下跌还需要时间的等待。那请问为什么僵固性的看法都是上涨的僵固性，没有下跌的这种僵固性呢？确实是有这样子的问题了那就是说有时候涨上去就跌比较困难。不过那个事实上行政院有一个稳定物价小组，还有相关的部会也都会在密切的注意。那个没有什么用了
因为社会大众一直认为说这个很多物价，你看上次的油电双涨带动物价上涨，但是电也跌了，现在油也跌了，物价也没有下跌，几乎没有嘛。所以说人民的痛苦指数会往上飙，没有，不是没有原因的啊，对不对啊？你这个工资没有调涨15年来，对不对哦，还维持过去15年的那种工资，你说老百姓怎么会不痛苦？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政府很关心啦，所以那个基本工资是有在调整。基本工资调整，但是哦，这个因为你物价上涨哦，等于是把你这个调涨的几乎都已经吃掉了，几乎都只看到涨不看到跌啊。哦，朱局长，虽然最近看到的投资消费力道上升，但是针对参与投资消费的族群，请问主计总处是不是有分析过，到底是多数民众的行为，还是少数民众行为的极大化？依您看，这个我想，事实上，这个当然有各种情况都有了。那个朱局长，我希望你多用一点心呐、啊，因为我看你在答询的时候都答非所问了、啊，那个朱局长，毛院长说政府已着手研议为公务员来加薪那结果将在八月底呀、啊，这个总预算审查前来出炉。那请问朱局长，这个总处有没有召开过明年度105年度总预算审核会议，会不会框列加薪的支出的额度，会不会框列在里面，来作为讨论的重点？那个105年度总预算刚要开始筹备，那你有没有准备把它框列？因为我们去年这个税收增加了1400多亿嘛。那个院长在那个总质询已经答复了，就是说我们会在那个筹备105年度总预算案的时候一并来考量，一并来考量要不要框，因为你一并来考量。有时候你是已经通过以后，最后再去办追加预算啊，那你没有框的话，就是要追加预算啊，有框的话就不要追加预算啊。是，假设政策决定明年1月1号开始调薪，我们就一定会编到105年度的总预算里面。那换句话说，您的想法就是说，等八月底以后，再来做决定。决定要是说要增加，你要不要再框进去？不是，那时候已经送到立法院啦、啊，预算案啦、啊。不会，总预算案是在八月底送立法院，八月底之前，那个六月之间大概就会就确定了。对啊，是。那你是认为要追加预算，还是直接框进去？如果确定1月1号调薪，明年1月1号调薪，就会编到105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里面送到立法院。因为外界认为军公教加薪可以对民间呐、啊、加薪带个起头的作用，那你认为这样的看法合不合理？民间调薪，那政府的调薪应该是参考的因素之一。那么各个厂商公司可能还有其他的考量。那总是那个政府还是希望那个有赚钱的公司企业能够为员工加薪。那你认为军公教加薪会不会发生预算的排挤？这个造成国库更大的负担，会不会？那个任何一笔预算，事实上都是会互相排挤的。那不过就是说，那个施政上有优先缓急。如果已经考量之后，这重要的施政的话，那当然重要施政都会优先摆到预算里面。好，那个朱局长你回去哈，谢谢。我请沈局长上来，来稍微停一下哈。好，我们现在请林沈局长。沈局长是，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哈，因为你们现在审计部哈要求很多这个。政府与辖下的这些委外经营的这个状况，是不是有做这个比较完善的一个改善呢、啊？但是当然你讲求就是希望就是都是委外来经营，但是我发觉现在有一个问题哈、哦，委外经营以后啊，有的哈、哦、只有大概去擦粉抹脂以后啊，一次调高几倍，哦，让很多民众认为说政府好像在纵容那些。民间那些企业啊，你认为这样
可不可行？是的，这个跟委员报告，就是在政府的一些没有涉及到公权力这一块呢，那么在行政院定定有这些委外的一些办理方式，那么在委外的时候，当然他希望说能够提高效率，或者甚至节省政府成本。对这一块，我们审计机关我们会注意主管机关他核准的情况，然后他的监督，那我们还会做一些通案的一些了解。那个审计长，是的，因为我去了解哈，你像那个最近有个人跟我反映哦，这个台湾图书馆呐、啊，哦分馆在我们地区啊，哦包括八仙山游乐区，哦都已经，哦就是委外，哦你像台湾图书馆，他一年只花包250万哦，我看他里面也没有做哪些大的重大的装修什么，结果一天哦，大概他分好几个档次，假日啊，一天大概外租我看最少10万，哦。那一年有56个礼拜，而且那里哦几乎经常满档，哦，那你包括八仙山，哦，以前我本身有去住过，一个房间是2000块，我们照缴，但是啊，他换了一个床，里面稍微灯在，设备什么都没有添，没有换，换了一个床，然后里面加了一点东西，变成6000块一个晚上，跟外面的大饭店一样。那你想去那里，你也不得不住。哦，我看以前一个房间一栋啊，大概顶多差不多租起来哦，超1万多块哦，不到2万块。现在一栋租起来要10万块，你认为这个是不是这个有一点啊漫天叫价？是的，我想在主管机关在发包的时候，他应该要给他约束一些合约的基本框架，那么是要提供给老百姓服务为目的。但是哦，我所了解是你们。这个审计部去要求说你们这个一定要外包怎么样，但是外包让老百姓感觉说你根本转一手就是在坑杀这些消费者啊。是的，各位报告，就是我们不会要求他去外包，这个是要行政的谴责，但是我们会来注意他有没有违反合约的一些精神。我认为齁都违反，因为齁这个任何的包商都是齁这个希望赚越多越好，对不对？齁你像这个以前那个我说台湾图书馆那个租金大概顶多是1万多块，他现在一个就一个就是说 上午中午下午、下午晚上三个时段，一个时段现在变成租3万5，一次膨胀3倍。那我看那个八仙山也是一样，一次膨胀3倍到5倍，哪有这样在搞法，对不对？你要是说膨胀个1倍加上人事管理等等我们可以接受，但是你那个已经、哦、超越、哦一般呐、啊，你多去了解。好，委员提示说，像我这个哈、哦，你任何外包的东西，你一定要有一个规划。你像那个所有停车场，它也是设限在多少额度里面，不是让它为所欲为啊。应该要有合约一个框架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来对不对？注意这一块的一个包250万哦，我看哦，一年最少算赚1000万以上。好，谢谢，谢谢委员提醒，谢谢。